我就係講個動議啦，即係文字上問題啦，同埋有啲嗱，先講啊，易志明嗰個啦，咁就本會同本事務委員會都冇得分別㗎啦，你嗰班冇所謂啦，係嘛？呢個修正，咁但係你加咗嗰個並進行，盡快進行檢討檢討咩先得㗎？係咪？你喺文字上你檢討咩？檢討即係青年活動工作原始貢獻定檢討咩？檢討，仲有呢個並跟住後面又並透過開始常規，係嘛？ 咁呢個咧，我就覺得應該改成咧，盡快進行檢討有關政策，啊，咁啊並透過，咁下邊咧以提升個提升個升字咧就唔係日升啊，冇咗個日個升啊，OK？ 好，我嗱呢個咧就係、是、老師嘅習慣嚟嘅嚇，不過唔重要嘅，因為佢係點咗個政見。 係，我想處理咧就係、是、易議員有冇唔同嘅睇法？同意啊，黃毓民議員嘅建議嘅嚇，即係呢個係正確嘅嚇。好。